好惊到咱阿惊狗，阿望水鬼紧走你紧走。奇怪，要惊到咱阿惊狗，谁在咧讲话？哎呦，是恁爸挂挂，爱生也紧走紧走。好的，小弟多言，紧速走。飞龙转世为威猴，三条大罪拜王杰。三条大罪，我犯什么三条大罪？先人无福占龙穴，登坛拜祟神杀君，妄动干戈叹生灵，罪鬼。这三条大罪，足了福分三十年。三十年，我十万大功要安怎？阿罗高底天数尽，菩萨安善道理心。玉门大军将好去，偏偏无中随爱。注意，天数已尽，天明归阴，天明归阴。三日拍到尾，一年挂到嘴。光绪六十年四月，台湾头一个皇帝朱一贵，伫罗汉门阿母寮起，人称阿母。人伫咧讲。人害人天不庆，天害人在眼前。来看到水鬼义军三更来，罗峰山得虎啸，势如破竹。无疑一股错界的军机，甲半天的炎日，半天的红火的异象，不但误了水鬼的万代江山，也介绍了台湾本土历史的第一例。头前无路，后壁阁反教局啊！咱是要安怎嘞？提不走，咱是提不走人啊！大爱，你去想办法，你皇帝厝，你去叫这红火停落来！我无想要死啦！你搁敢讲？上该死的就是你！是我，你讲如人交代，叫人偷过交，到底是偷过还是空过？是安怎？大家要搞你嘞！我哪知影？你是讲偷过狗尾？我哪知是偷过，也是空过啊？唔知影！你敢叫大家偷过狗尾？你到底是存什么心嘞？什么？你讲这就是狗尾？是啊，这就是做来狗尾啊！要加入来，阿娇狗，阿娇狗底天数尽。死我！你给我转军了，你该死！大汉，这命你过无啦？咱这是满天红雨，咱行到倒位，这红雨就带咱去倒位啦！你看看咱兵的兵，是车子染皮，这根本就是天命作难，这是天命作难啦！阿罗高底天数尽，十万大军随阿雄，菩萨。红色，敢讲是天要抓我，是天要抓我！我！你真走，我无想死，我无想死，就滚！滚！我不如你两个怎么？你讲过，一切拢是顺天命，就我袂服你。你真自卑，就是真命天注。你袂来抓，你袂来抓我。
飞龙飞仙班，天命如主，有得帮断。乖爷，那不是我切，但一些十万大军，我从一边，甘愿落十八地，嘛为了十万大军，替我陪葬。既是天命，不得多言。飞龙接收三十年，十万大军尽归天。安好，落。为什么你陈少武没做救援的人？偏偏这位，可以当上古天雷，好杀红山，好杀红山，但无你袂捌做一军十万大军师。古天雷，杀爽，杀爽，厉害！陈文。我天雷，我杀山，速速归位。会。你，天牛娘娘，小王红玉帝之兵，收兵归将，还望天牛娘娘高抬贵手。李天王言重啊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本侯只是顺天意而行。天意，天牛娘娘，天意乃是飞龙归位，阿武王十万兵将归阴嘛。出言差了，五雷行天千万物，菩萨散后铁万民。摩天雷、菩萨山，皆是文明铁灰之物，非夺人性命之利器，望你慈悲大发，成就火龙的机缘，拨开红尘，放万民一条的生路。哼，用这万万，天下敢哪有这便宜之事？再说，天命不可违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人有各自何福？天命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天牛娘娘可知违反天命，轻食天罗百年，重食毁你万年金石，身受万年香，动化万年劫，就算分身碎骨，本座也绝不容生灵涂炭。好，天牛娘娘即位违抗天命，那小王就请个旨毁你万年金石。这座金石救万民，生来你亏我呀，李天王得罪了。啊大胆！小心参殿玉皇上殿。天佑，你竟敢逆天命之言？天命既为天定之命，天灵定为何心不能改？主教，出言无状，今受你万年金身，抵处数万生魂。万年香火万年香，万年功德金寿尊，我们是汉干帝王金树。护国庇民，天和之心，赐今生九宫八卦之德。我们今生当受292支香火供养玉帝，既能说会就会呢？好，既然你有九宫八卦之德，又口口声声为民请命，本帝就命你定南天祥圣庙，291年后玉。功德圆满，当受千家人、万家徒，再做金面金身，若无江满挂影，金身一破，休想再做。分身碎骨，救万民。九宫八卦咋注定？欲求圣庙万年新，千家集土万家人。台湾历史400年，有高高的人情味，有祖先的过去，一代过一代，一年过一年，啥人也会记。啥人搁提起？咱台湾是蚵仔，也是汉字。妈祖救万民，伫西元2004，妈祖脆骨分身，是妈祖结束以前，也是妈祖为着救人。人讲神爱世人，
世人嘛爱敬神。孝清万岁，坐江山，江山却无万代代。清朝康熙二十二年，西元一六八三年，郑成功的部属西凉道清，受命追授帝都，以孝顺安台之名，领兵攻打台湾。郑成功的义将节节败退，两只田克松根本无心乱战，一时间的呼声来，田克松献明王清万神谣言四起，也呼声来，明靖王朱书贵的呼来，更加是人心惶惶。不要兵败阵，相定好。卡斯公地家军，那是干那败阵，一旦成天府的正老母，我一拍白丁，讲这是本王的旨意，替阵亡的军将点好灯，福哀三日，也那是地家军。不正而行，你就当升天府挂两把白灯，是通知我郑家军已经未住救营，嘛替我这个亡国的孤魂奉全阴咯。亡国奉全，看来大明江山早晚爱亡。清兵若来，王爷恩死无忘。伊若死，我这个前朝太监岂不是单得一死？宁不为敌，天诛地灭，宁可王爷死，也不可我王丁亡。对了，既然伊讲单丁修好，双丁亡，我何不利用这两把丁，多一个富贵？王丁王，你在讲啥？我无，我无讲啥，我要找我的妻子。你的妻子，煞甲你烧歹去啊！金玲，今仔火既然烧去，你免阁替我引咯，你先回去，千万会记得。若看到灯的时阵，要积极通知王爷，知影无？是，王总管。我来，请问姑娘，拄着迄个人是毋是叫王丁？是啊。神罗顺江为地母，双丁英贵立抗亡。嗨、哎、啊，这位姑娘，王丁要造反了。会用去加食寡，话是免去乌白讲的哦。这番是红抬头呢。这位姑娘，老夫无啥物本领，只有一项祖传的踏骨听心，我会当听出王丁有心要造反。还佫姑娘你的先天八字。你是咧讲啥啦？你天煞孤星。一个是英贵立体，一个是天煞孤星。我看这个林老虎在劫难逃啊！嘿，什么在劫难逃？
我看你是老糊涂啦，烧掉你的机啊，是我的不对啊。但是你嘛袂用愈讲愈离谱啊！你纠缠我好出代志哦。你是讲我咧纠缠？你哪不是？那会当打赌啊？要赌啥？就赌害子三点金。害子三点金。天顶天气天命数，五鬼阴阳日风孤，通天神算出来，害时初，城楼若出现伤丁，时中必出五鬼。是为王爷必定一命归阴。你别乱讲啊！吼，你别乱讲啊！好嘛？是不是我乱讲？害死一狗就知影。安怎？敢讲你唔敢跟我打赌？赌就赌嘛！你若是输吼，我就踢你的招牌，踹你的嘴手。无问题。害死一过，王府若是无代志，我甘愿和你踢我的招牌，踹我的嘴手。也唔过。去我讲着，那安尼，主害一到时，你就要将这张符啊，当天化掉。嗯，现在你迄张是啥符啊？安怎？只不过烧一张符啊，你也唔敢。太多腿嘛。口水无凭。紧张为着。这么晚嘛，还有人来啊！东雷，什么人？哦，陈将军啊，是我。哦，王总管是你啊、哦！王总管，这么晚你来这有什么代志啊？我是奉王爷之命，要来承天府点灯。点灯？无缘无故要来承天府点什么灯啊？这是王爷的心意，希望会当替遐在战场牺牲的官兵招魂引路，让因的魂魄。回归故土，招魂引路。哪会无听顶头交代落来？我只是奉王爷之命，望陈将军手洗夜冠。小可意思，请将军笑纳。既然有王爷的手令，安尼好，我只会当予你点一个时辰而已。感谢，请。替王总管把灯吊起来。是。打白灯吊亡灵，两打白灯变大灵。朱叔贵啊！都是个，你的红砖路，就是我王丁的富贵道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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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孙阿准，今天冷战的北丁。嘿嘿，王府就是王府，吊两粒灯就赚二十两银，真好赚呐、啊。姑娘，什么代志啊？姑娘，我请问你吼，延平郡王是唔是刀客关清啊？嘿，你了我白讲啥？什么刀行唔刀行？城楼顶是要挂白灯。哦，那是王总管挂的啦，讲要替死亡的兵将招魂引路用的啦。明明单顶就是战败，双顶就是导航，现在伊讲招魂引路嘞。你算命现在算了真准，你今天要怎么办吗？
朱金。朱世贵啊，朱世贵，令你聪明一世，也难得我王丁识时务一时。原来这一切拢是王总管的阴谋。欧阳，欧阳，天朝的末代皇帝，竟然是毁灭在小太监的手底。在古早迄种大时代的情势，真正是始终的无归系。人讲人害人天唔轻，天要害人伫咧目睭前。在这个大时代的环境，敢讲令尽王连天公伯啊都无同情。这种的不幸，敢讲令尽王袂当死而逃生。世乱罗起主，时行贵龙头。王振用移花接木的诡计，牵古落啊！用两把白灯，和朱世贵五人电客送行程。当然，宁静王府内走一走，躲一躲，敢那像是一边的王思祥同款。福国无望的这个朱世贵，决定要以死转折，也以五位王妃也早一脚步，吊死在王府的内面。
一定不是假的，王鼎你不可能骗我。是应该笑，是会讲，爹讲要骗我，在我身躯边一只狗都爱我死，是安怎？我这么讲，我后悔拢已经死啊！你再跟我讲。还是在骗我，你啊，你是要来捅你我？欧阳，你妈来了！欧阳，欧阳，你不应该死的。你哥，你好凶欧阳，你好凶欧阳。口气，当天跟他讲一遍。我，怎？你后悔了是无？袂，我李金牛，讲会到做会到，我绝对袂后悔。啊，你要当天就抓。天在悬，地在低，我李金牛，只要有一口气在，我会用我的性命。好凶呀！就是死千百万百，我也绝对袂让小王爷受到伤害。天地为明，众生也为证。啊！你哪位妹嘞？五雷改定，死无全尸。我们家人都下来。金娘，你看，这粒金龙银，甲这领龙袍，都是太祖朱元璋开国的龙袍甲龙银。也那一口血井，就是摸黑黑的宝地。龙银啊入井，摸黑镜找无别个特性，就会出来，就会引起七彩对地异象。引九龙星去找到真正的龙血，我相信王鼎这个小人，
伊用尽心机，要害我家破人亡，就是要夺这粒金龙银。金龙，你这摆上大的责任，就是替我将这条龙脉给保护掉。他日反清复明，你才真正将龙银摕出来。到迄个时阵，金龙归位，就能大功告成啊！王爷，你放心。我就是牺牲我的性命，我也要保护小王爷甲金龙银。这摆时间已经无济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这摆就将龙银送入高天来。三日后，你对着七车对地的方向甲行去，就找到青龙口。到迄个时阵，将龙袍甲带入迄内，安尼你会记得啦吼。哦，会记得。我这摆就将龙银送入高天来。九龙入子，风雷起，河阔天光，天上水，点你。小弟，别应该再有珠薄之分。这个囡仔若不守教，有辱祖宗，你得用这个剑，何事？虽然是主角的后代，也毋过嘛是大明的皇族，幸好伊无法度反清复明，嘛袂让伊做我亲家。拜托你，你对朱叔贵的恩情。祖孙几后世人，做牛做马，绝对也好我报答你啊！王爷，你别安尼啦！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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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弟，给，给电话来去。王鼎听了五鬼主张，以为干戈得逞。赶紧抓几名亲信赶回来，
明的是要替朱淑慧收尸，暗的是为了要敲出朱元璋的开国之宝金龙印，通我献印求官。将是甘心撇害我，终为基金法，竟然还未死。所谓出家风格，看一个抬一个，看两个抬一双，不准留外口。是。还佫有，赶紧找第一个高音来抓来好啊。是。一书书一心，祖宗应立我。你真希望我死？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。奴才对王爷忠心耿耿，岂敢有非分之想呢？你也知影你是个奴才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讲，你啥时候要害我？啥老情？那白日是不是你调的？你讲。是我点的，是你点的，啊？我问你，到底是甜甲咸清，也是你？是我。你，大汉，时呀，命呀，运呀，你既然是运歹，主界一术，什么人道行，有什么不同款？我只是顺天意而已。王殿，你这嘛是在讲啥？朱书贵，赶紧将金龙印交出来，反正我会带领你我主簿一场，饶你一个全尸，也嘛无食。你免小心。朱书贵，你出声啦！你想要做啥？老板，老板。长官，长帅，唔好啊！王府顶顶下下拢退过来，就是找无小王爷。哦，朱书贵，金龙人家己在走去倒。要记住，是。就是用你红砖路换我富贵道，安怎？
你会当来我何啊？富贵令情亡，真正是国败家亡。伊临死的愿望，就是反清复明的成功。俗语一句话讲：家败出废人，国败出奸臣。这个废人兼奸臣，就是这个太监王进。伊陷害朱书贵一家无要紧，阁想要赶绝杀尽。这实在是天地可诛，人心可恨。魏留金，这钱到底？对了，这钱到底？我要赶紧离开王府。你得将这张符啊，当天化作。孤魂死，王爷亡，所有代志，拢有迄个算命算准了。做爱高时，当天化符。敢讲，连七七对地代志，伊嘛算得这么准？哪呢？哪呢？这张符啊！我化了，奇迹就出现。总管，你开银无去啊！而且金明也严心，恐惊不是遐尔啊好咧。这战场若无敌军哦，万一抓上也出城的时阵，放心，良爷当得过一时，也把都骗过一时。听候天若光，我就要叫伊插翅难飞。奇怪，什么？是我啦，陈牛啦。总管。卖怕钱囝，留一个外口，日后通做外证人。长官。哦，阿尤阿伯，当时转来，拄啊到位啊。王总管，老罗登高乡十天，啊，王府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恁是要抓什么人？王爷，甲五位王妃已经掉头自尽了。王爷，王爷，
弯弯曲曲，人心事，叮叮塌塌，世事酸。为着脱罪，王丁来了陈游的外口，借王府的老家丁陈游的嘴，四界去传反朱书贵朱进的消息。另外一方面，为着要斩草除根，王丁连夜对金牛下了追杀的命令，不知恰坎城内杀机重重。王丁更加在四城门喝下七笑跨这个石花关，在逼金牛献身。大家摆好。这也无啥物奇怪，也不过，迄张夫人，敢若有半时阵会当保护你。我爱夫人，即阵半时时，王丁已经下令追杀。无安尼，恁个城内小秘，等风声无遐尼暗的时阵，我再带恁出城。不用的啦，我三更起来一定要找着你。找到两客是不是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哪知道我要找两客？八里四条剑术我，自知天命不过我，所以人人拢称我不过我。不过我，小小的疑心话大，也无法度瞒过我的天头山。你要出城？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只不过你是猫氏的兔，伊是阴氏的虎。兔要过虎关，也阁欠一块阴鬼出城的肉。阴鬼出城的肉，哪呢？我是要去对找伊块肉嘞。哈哈哈！哈，我在天边的星。金在眼前铁，免着急。金事翻办，我先带你去医生。无听到等的迄块肉就会出现了。真的吗？迄块肉，我当时才找到。天机不可留神，你先跟我。有啊，是讲龙虾啊。龙虾，在你要好过啦，规天干来要食食食，人是咧讲龙虾。龙虾，哎呀，你有听咧讲吼，迄若得到龙虾的人吼，后代的子孙啊，拢会做皇帝。做皇帝？哎呦，敢若咧做太干咪？母啊，迄个一定是吼读较歹去啊。啊！一支嘴安尼细细念啦，我是有听讲哦，伊去庙吼要过油。哟，安尼好话母啊，你看到无？这一定是鬼啦！
别讲，更地别日，你哪会？这是天妃庙，妈祖呢？妈祖庙，你哪会？不是鬼，我看吼，是神，神，吓啊！啊，你拄则无听迄个青年啊咧讲，讲天机，即马大概都是天妃娘娘在传天机。你教伊看要安怎看风水，找龙穴。不管我阿伯，感谢你。囡仔我抱啦。找妹看风水。母啊，我一家大哦，头一摆听到，这叫做吼，提阿人在踏石车，根本就是假了工啦。那是咧了啥物工啦？迄清明会看风水，这叫做吉啦。啊，你敢唔知影讲这风水会印子孙，厝体会印家运。清明咱若甲对好调吼，凡事咱若去得到迄个良缘吼，到时阵你凊彩都是生到臭头，无要紧，赶快会做皇帝。你就做皇帝老爸，我就做皇帝妈。到时阵哦，吃好做轻巧，哎呀，好你敢知？母啊！请清明看风水，啊，就骗几个下食水，啊，搁想要做皇帝。我甲你讲，你阿婆啊生囝，真病咧。白目，你也毋捌生过囝，你是知影啥做病？我甲你讲，恁母啊讲的话绝对无唔对啦。我决定要对迄个清明啊来去找龙穴。好，带我去。来，你看，那青面刚要走啊！快，对了，快！我是为了老爸，较紧嘞！龙啊，好大手！啊，母啊，啊，拢走出去啊啦！哎呦，我的阿啦！阿龙，阿爸，快快快！你看。你的意思是讲，要叫我出城迄块吧，就是阿信。无唔对，就是阿。太阴咧掠阿时阵，金碧的阿人啊下底，因会带你出城。安尼敢袂用的？袂用的，嘛会用的。时刻一到，想要出去，嘛袂当出去，进去。我靠，等的，母啊，你嘛稍等的啦。
迄狗妖啊，花大声要做啥？紧行啦！哎呦，出动的呢！哇，小太子啦！你莫一直叫，行较紧的啦，较紧的，龙虾啦，占无到你就该死。奇怪，两卡空人啊，尔打起来敢会这么喘？是啊，长官，这两卡空人啊，一定有问题。过来。大人，你这两卡人啊！这两卡人是做生意用的啦，大人，歹势我这嘛真无用哦。总管的话还没讲完，你若想要走，别冲啥啦！兄弟，若无想要死，上好人啊放落来，也若无我会治你的命。大人啊，你莫甲我讲生笑啦，莫生气啦，啊，你讲都先拿走，我放落来就好啊嘛。千家有求千家安，万家有期万家灵。拜者慈悲天妃娘，扶持高女在眼前，大慈悲救苦难。天妃娘娘救苦救难，救命呀！妈祖显神，神阿飞天，不计我的温神符甲通天算，会当请神魔鬼，为何独独被七星对地跨入往西城，天下定杀光神？妈祖一句话，要安怎救西龙撇过一场杀头之宴？七星对地，黑龙倒台，为何甘愿做阿唔做人？为什么妈祖要引动天雷，哭三声，笑三声？这当救朱一贵一条命。各位师长兼外贴的好朋友，唔知影你看完这一集感受如何呢？这个戏是阿朱相当用心，也相当喜欢的一个戏，承蒙我们台南书记大天后宫，咱的诸位副主委真正用心甲我收集这个故事，也感谢咱苦点财市长，也阁有市长室所有的同仁，一直甲阮三工，这个事才有办法顺利完成吼。直接要相当感谢咱的诸位是林明显吼，足感谢你不只是官服穿起来很好看。我觉得你也很高兴，还有是我们的副主委张杰仁，也要感谢我们的商务委员，这是我们魏无雄，还有是柯木灿，还有要感谢，这是阿朱在这特别要提出来说，真的是我们全国第一大的团体，这是我们东方艺术团，我们的朱团长，我看到他整个团体有1000多个舞者，从这个武功一直到这个舞蹈相当多元化，真是一个多元化、多样化、国际化的一个表演团体。底下加阿朱，搁再一摆感谢咱的朱团长，也要感谢咱的查某人关心协会，咱的理事长，这是咱的吴理事长吼，伊也做。吴春吉，人拢叫伊吴春吉。啊，这个吴春吉的理事长哦，不但是和蔼可亲，
真肯甲人帮忙，阿祖伫个遮代表明视台湾剧院，甲你深深说谢，不睡了。阿祖今仔日是不是很时尚呢？嗯，对啦，我们今天是在台南啊华纳影城，谢谢哈，我们这个王老板王金链借我这么好的场地，和我伫遮主持，搁再一摆甲你感谢。今天的造型设计师秀秀。应该很时尚，很美哦，给你好看哦。不要忘记，这个是阿珠无少重珠，也阁有规个台南起户，也阁有是台天有功全力投入的一个大戏。不要忘记第二集相当好看哦。阿珠等你，我们下个礼拜台湾起案再见。